哇，大家看一下，这个老板切肉的技术太快了吧，太娴熟了。Hello， 我最喜欢吃的那个卷饼，过来吃一个。Hello, boss. One piece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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 Okay. Hello, hello, hello.这么多鸡肉，大家看一下，哇，这么多鸡肉，先放一点奶酪吧，这个是辣椒。这个是白菜，那边那个是辣椒、青椒，还有黄瓜。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老板的整个摊位是什么样的，我们从后面看。大家看一下，这个老板的摊位确实是不大的，但是这个老板的生意很好，好多人过来买。他的广告也做得很好，大家看一下，图片很清晰，看着都有食欲。老板弄好以后，就用那个纸包一下，然后把它卷起来。好了。嗯，来看一下这样的。先吃一下，这个我最喜欢吃的卷饼，太好吃了。这里面有好多鸡肉，大家看一下，好多鸡肉，真的好香的。我也吃了，太好吃了。我天天来他们这边买，我买了好多次了，这应该是我最喜欢吃的街边食物了。